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窝。欢迎来到小柴玩具屋。大家看见我们面前呢有非常多零食，是不是以为我们今天要吃零食了呢？我也很想吃零食，但是我们今天呢是来做史莱姆哦。我们每一个零食的袋子里面都有不同的史莱姆材料，对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就随机挑选一样加入自己的碗里，最后看一看谁能做出来漂亮的史莱姆呢？就看我们的运气喽。对，喜欢我们视频记得订阅我们，给我们点赞哦。那我们石头剪刀布赢的人先来挑吧。好，石头剪刀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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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石头剪刀布，耶！其实我看着每一样都很想吃耶，但你今天好像没有吃的。我选最大的这个奥利奥好了，最大的哦，来看一下哦，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？哇，是一瓶胶水，紫色胶水，上来就有胶水。很好看的紫色，那我也想选一个大一点的，说不定里面真的有胶水。这个吧，这个高的就很大。哇，听，也是胶水。哇，这个粉色的很漂亮哦。啊，是一瓶粉色胶水，很芭比的颜色。芭比，对。好，那我抽一个小盒子的好了。这个小盒子，这个吧。这个小盒子的会是什么呢？应该是闪粉一样的东西吧，因为它很小很轻。哇，这个跟琪琪刚刚那颜色非常配哦。这个是那种粉色的大亮片，亮片，对。哇，多来一点吧，太好看了这个。那我来一个中等大小的盒子吧。感觉好像也是重量级的东西啊，重量级的。哇，银色的，银色的很漂亮哎，银色的胶水，对，银色的很漂亮。哇，这个银色它很上色，哇，就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它会把那个粉色盖住。我抽这个小猪佩奇的这个饼干好了，但是这里面会是什么？这个是硼砂水哎，我加一点点进来先，我们要少量多，先少加一点喽。好，先少加一点。那又该我了是不是？我来加一个这个吧，看上去像口香糖一样的这盒子，上面不知道是什么，因为是韩文。韩文。闪粉吗？闪粉，只不过跟我们是一个颜色的。对，你这个也是粉色的，粉上加粉哦。哇，还是有区别的，有层次感的。哇，你这个太爽了吧！看，整个都是这样亮晶晶的。我也想选一个大盒子，我选这个好了。哇，这个盒子很大。哇，是一瓶绿色，但是绿色配绿，很尴尬。也是胶水吗？哦，不是胶水，它是机器泡沫，也是我们做史莱姆要用到的东西。好，我再来一个这个好了，这个旺旺的这个黑白配，这个很好吃，是真的。这个很小，是色素。我来选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看上去好像呼之欲出，但是很轻哎，是什么呢？哇，不会吧，我的也是黄色的色素。一滴，两滴，三滴，那我们还有两样东西，我就选这边这个好了。这边这个为什么这么沉？可能又是一瓶胶水啊？怎么还有胶水？看这边是什么？哇，还有一瓶粉色。我的最后一瓶是什么呢？我来看一下啊。
这个在薯片里面装了一瓶、这应该是硼砂水吧，看着好像很神秘的水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是硼砂水吧。嘿，哇，好像真的是啊。那我们来大力搅拌一下，我们的史莱姆都做好啦。对，我们两个是不同的颜色、我的这个呢是一个很粉嫩的颜色，对，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啊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先给它吹个泡泡。哇，洗脸延展性特别好。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粉色沙滩，因为呢，在那个澳大利亚，你们知道吗？有一个地方，它的沙滩是粉色的，而且我觉得我这个粉色呢，跟它那个粉色就特别的像，所以今天这个名字叫粉色沙滩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就给我留言吧。那我这个呢和琪琪那个粉色不一样，我这个是属于那种肉粉色、然后中间呢又有很多闪粉、它那个颗粒就比较大，看上去比较大，闪粉就像星星一样。那琪琪那个叫粉色沙滩，我这就是粉色天空咯，就像星星一样。告诉我们吧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我们，给我们点赞哦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视频和抽奖活动了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